我以前是教师，现在老了，现在每个月能领多少钱呢？大家给我了解一下吧。爷爷，还在这坐着玩儿啊？啊，吃饭了吧？吃饭了。吃饭了。今年多少年龄了，爷爷？83了。哦，看你身体不好吧？ 腿就是走路不，啊，这腿不能也是吧？也不正常，不能理解啊。再看了吧。不用看，干嘛又不疼不痒的？完了，这年龄的事就是。年龄大了是吧？不干什么年轻的时候。我们在队里当会计，当的教师呀。哦，当教师啊。啊，我们当。你那6年教师的。哦。参军工商人民嘛。你干了6年教师。嗯。 哦，这从多大开始干的？从17。从17干了6年，这就是23。嗯。干到23岁。嗯。这后头当的会计。哦，你这领了退休金了？没拿，那会儿没，这体力也忙都没有。你那时候当6年教师，到现在没给你退休金啊？到现在不头领头二年，那年有这个政策，怎么在那会儿的？ 20年代是60年代是什么？再给的，那一年100块钱。哦，一年100块钱。啊，1200块钱。1200块钱。哎，你都不咋的了，你这才给。这给多少钱？1年给多少钱？这孩子没钱没种。200呗。啊。咱没在涨人家年龄。没有。 就1年就给你200块钱，不，一个月。哦，不是，哦，一个月就给你200块钱。哎，咱6年，俺这个工龄的这个俺这个说。哦，干工龄，对对对，教师。哦，对，6年的教师。哎，1200给。哦，1200，哦，账算的。哎，我不了解，有点不懂的。就是俺这。哦，账算，1年1200。嗯。哦，这够你花的呗，爷爷。 怎么是够花不够花的？明早俺领着养老钱了。哎，不少。是吧？也不少。平时养老钱还有那个教师的钱，是吧？哎，还蛮满意吧，爷爷？这满意啊。满意，那最好了。并没有欠，是吧？通过了解呢，爷爷干了6年的教师，现在每年呢领1200，爷爷也是很满意，对他的晚年生活也是有很大的帮助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